现在5点钟了，也开始煮夜饭了。再加上今天我外孙女他们进来，猜一下我今天煮啥好吃的给她。走了，先煮了先。现在是吃这个豆豆的季节，然后今天在街上买了一斤这个豆子，然后买了两颗白菜，还买了一点烧肉，还买了几条鸡，然后花了30块钱。我咋感觉这个生活越来越好，又有肉又有鱼的，这个算不算得上是大鱼大肉？因为我种错了，我种的那个是甜豆，是吃籽子的，所以我又买了一些这个豆子。还没有大刺啊？没有。今晚上煮啥？哎，大菜。嗯。豆子。嗯。那肉的。哦，你还想吃肉啊？现在该交伙食费了。早几天他给了200块钱，哎，又要交伙食费哦。哦。这个钱挣得这么赢啊，你是吧？200块钱用几天了？真的没买肉啊？没有忘了，你看见了吗？管你，管你，煮啥就吃啥。那你也想伙食好，你想大鱼大肉，你得给生活费呀、啊。你不给生活费给我，那你有肉可以吃。管你吧，猪。有饭吃就不错啦，还想要吃好的，钱又赚不到，嫌东嫌西的。还没搞好，哎呦，你不是说吃青菜的吗？这个不是青菜吗？有品，他煮了鱼啊，他买了鱼啊，这啥鱼哦？鸡。怎么煮啊？清蒸。不清蒸，打汤。鲫鱼汤。嗯。咦，可以不？什么时候学会骗人呢？啊？你教我嘞。嗯，我以为就是青菜了。哎，又想骗我了。又想骗我交伙食费的，又想骗你0块钱是吧？嗯。要帮忙吗？不要。你把这个鲫鱼给煎一下，等下再放那个水下去煮那个鲫鱼汤。好了，煎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个水倒进去。放一点胡椒粉下去，你就应该多买点这种吃。我没有钱。好了，出锅，这个鲫鱼汤还可以吧？好香。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。大厨的手艺。你现在越来越会谎言了，还买了这个烧猪肉，都不说，还说骗。先把这个烧猪肉炒一下。这个包那个格兰豆炒是吧？嗯。这样子爆一下，香一点。哇！这个烧猪肉贵不贵？45块钱一斤。那么贵。怪不得伙食费不够了。好，准备出锅。你拿菜要悠着点啊，挣钱拿挣啊。好的，从明天开始吃青菜。
而且是野菜，我去捡。不是，要是要吃，但是不吃不吃啊。基本上这个以后都吃素。有点超标了，这个果子味。又是鱼，又是这个烧鸡肉的。知道了，都说了以后吃青菜可以了。不行，要是要有一点。不用了，要买肉你自己去买了，我就吃青菜就可以了。哦，又掉了。嗯，好吃。准备吃饭了，今天晚上我吃的是大厨的手艺，本来我煮的，你们这个小家伙老吵我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哇，偷吃了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你要不要吃是吧？不用。我拿。鸡爪是我拿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是不是很粗？不起来，嗯。你不谢谢舅娘？谢老啊。嗯。我没听到吧？那你听到我。好不好吃？嗯。这个是鹅蛋。那个鹅下的好大一只，吃一个蛋是吧？